据台媒体报道，有华裔屋主欲重建美国豪宅遭到邻居反对，并将此事推至市议会处理。台媒进一步指出，此重建案意外牵扯出该豪宅正是知名演员吴秀波及经纪人何振亚以夫妻名义购买的，就此推断出吴秀波和经纪人有不一般的关系，无疑似重婚。某媒体就此传闻求证吴秀波方工作人员，对方先是明确表示何振亚就是吴秀波原配妻子的名字，并非什么经纪人，进而对台媒报道的重建案内容予以全面否认，称该件事情子虚乌有。在最新一期的跨界歌王中，姚痞帅大叔吴秀波深情演唱了一首儿时，令人潸然泪下。可能他不是个好儿子好丈夫，但是他对于儿子的那种父爱感染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吴秀波在现场首次讨论家庭，两个儿子，一个15岁，一个11岁。波叔坦言说，我的缺点儿子也有，我想保护他们的缺点。回忆起曾经和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波叔的言语和表达里充满着为人父的温柔。